《弓弩论圣训》第三册第215页，万物佛性本无异，一视同仁平等观，天父地在何言哉，效法天地无私言，灵犀尽是广长舌，处处皆道细体参，广阔道海何言尽，群经典魔之苦言，至诚敦大净悟性，一化重症九品莲，树叶匪懈卧指难，住普度道德广宣，真君子不由不惧，忠告道应欲良贤，循序渐进胜隐为，步步为隐缘主战，精益求精喜参悟理，为法忘虚一心专，义者三友广结交，一又妇人道义谈，立身处世信为本，心口如意无虚言，功夫一端大空大疑，真修行人明根源，进退周旋谨而信，合乎中庸易成前，学道切戒杂学业，正直如凤立标杆，起心动念莫小看，只记者意念洗迁，皮肤亦可正天觉，昔日圣者视现前，承上启下桥梁座，尊贤敬老莫怠慢。